今年秋天很快的到了，各位的玩家能够包容应对捉摸不定的气候，冷静将 Zigbee 系统运用在各式外套上面，还具备冷暖自制的功能，外层可与许多内层的拉链相连，在面对不同的环境时，可依各种情境搭配，为探险者带来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哦。所以是每天
的训练吗？大部分集中。大部分都是。其实一个礼拜大概三天吧。那一次一套几下？刚刚大概在15组到20下。女生都会补充，就是现在运动的衣服是不是真的很好看？跟姐妹一起去运动的时候，自己是不是特别喜欢？其实我没有看过，就是公共山水的图案设计。然后像剪裁跟修身也是大家很注很注重的，因为运动服要穿的跟比基尼一样漂亮。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 no face 是很符合我的需求。苛刻，我们对自己都会很苛刻，就觉得说好像哪里又多了一块肉，哪里又就是不够翘啊，或是什么腰线不够明显啊，然后慢慢秀出来啦、啊。所以其实，假如一个礼拜没有运动，就会觉得自己身体怪怪。衣服跟外套非常好用，因为在户外啊，可能太阳一晒啊，风一大，他们一穿起来马上可以保暖，然后防风，是非常轻便，而且很轻便是非常适合的。为什么会这样说？是因为觉得曲岛不适合运动吗？曲岛好像没有在运动。我是蛮推荐，回去会告诉他，就是花多一点时间在运动上面，然后剧本可能快一点出来这样。现在有童装了，我们想说马上去跟老婆小孩变成一家，都可以一起出去玩。刚刚讲到一定要，因为我发现现在开始这个心境会越来越想要可能露营啊或什么，那我觉得可能等戏忙完之后有更多时间可以带家人去露营，这是我、啊、对对对，这是我非常向往的一个生活。其实可以晚上，就是晚上秋冬晚上的时候做运动。我觉得今年都挺特别，那个晚上的风，早上的风。然后我之前去上海的时候，皮痒是不舒服，很热，对。然后我就超喜欢就坐在蒸汽室里面，然后我就激到头发。所以现在秋冬要来了，期待一下秋冬的那个天气，穿那种可以试试看户外的运动。然后因为我很喜欢野餐，然后我喜欢露营。之前露营的时候超冷，就是不是睡袋在走的，所以我觉得今天试试看，就是可以露营，在高海拔的地方。没错。温暖的。